진짜 짜증내. Thank you.
这三天不够客人，不住客人了。这月不用包一点，可以有个狗，不必什么狗买的还不必有高龄。对啊。嗯。有什么狗买的？你说没事吗？这边不包点，只不过可几路。地头啊，我们到上了这个路了，我们几个结果一路一起走了，这后头不是干嘛了？对呀，我们帮一点，这就行了，不是你找不到呢。你要过，你妈他被烫到哦。这记得烫到我哇。这记得烫到。他们来几个卡车他卡车他也是一个人的国家。不能直接没多少人。我到路上要过个饭桌。还到那个贼的保安店去。我们去有那种毛路干了。哎呀，毛我的家都搞定。你去到我的家，就是你有你要来，我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明白啊，搞定用啥？家主要毛把老放在桌上上，说要毛有你要吃，给有你要呢，乱接到我背，我这里我。用那几滴露海边，这绿暖绿煮，切到成刀；这绿中绿中，切到绿成刀。如果靠自己，如果还刚刚古路车，靠自己找干了吗？古路也不急。古知道了，今夜的。只有那次，现在，你那几次好过嘛哈？哎，坐了家天过日子。姑娘，现在，今晚天就中我被堵了，只能打干木柴那嘛，我要靠自己用，我还得搞。在家弄呢，就莫弄黄瓜饭了。没有你儿子，有没有爱你哥哥？不把你做大母亲。爸哥，跟你姐一辈子不要母亲啊，你奶奶。啊。喂，你爸哥。没有。那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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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哥子，我家人，等到我自己的都能说，老爷都能用，都能陪，老爷都能陪，哎，我家，我自己都能陪，老爷都能说。杀货嘛，老怪告诉他。
冲啊！我，咱中嘛，中姑娘。哦，老爷喝茶。哦。你这也喝茶？也喝了吗？喝了去了。我最恨光着着叫山头了。哦了。我最凶我的亲啊！我多么多次老爷我打不打？打的好，我觉得好。呀，晚上晚上上，不讲了，老，我的家，哥拉接你这的什么年要了的电蛋老爷，哦，你那个，古印是多少有的去？哥人家都能够用的要回家哥有事了一口有刀不能一口有不愿意哥有事家那哥其实还是对面都没在就要绕了假如我在墓都用了啦天落有都歇都有人了啦哎呀哎呀这好个这种酿了有几度好几度嘛这还为了念正酿有接力有多一度了别弄这个长了直造的他不一样尤其我的病毒到了然后我家陆续一尿五十人家去了呀哎呀这里搞了四天不像了这些公母的你买的干了那啥我的那哎我那边买的干嗯买的嗯你有啥提前联络我讲了你有啥提前联络对呀敌人痛我敌人如果如果又卡车反正我敌人是老乡嗯妈我讲这份卡既然带了呀喂弄着用空卡车好像我敌人如果那咱用啦哦嗯啥人也咱用啊我不行这回打出来不然那什么他爸那个这个怎么做别说啊我那个呀小帅的笔说对了让门啊那我这摸嗯大弟子们家里你要认得是啊过年人家嘛没有地那他的人家呀你要好好你不说啥哎我找点生意生意嗯把这天我自己干嘛带一天不买过光带哎没干你啊你阿冷我给你嘛这里要一夜一夜路老婆你看我在古马上喂等你妈我问你妈到来干啥嗯啊这是什么嘛你这问这个到来干嘛咋做喽嗯咋咋啊对哇这大半年大事啊嗯大根啊
我在这弄嘛，我好一套最好是嘛，那留完这个嘛，不是咱走的发了啊？喂，让你好我累了嘛？啊，你好去早有一天了嘛？这起码都走了嘛，哈，早点再有钱了来。啊，这样走你阿妹也知道，把那牛都没打生呀。这个大事都走得，估计要弄成啥哈？好胆呐、啊！怎么？姑娘。嗯。呀。弄到酒了几斤？人家谁绝对谁不鸟哎？你要不要那个磨坊的？但是有些人磨坊的用这里厂，老东里用他这东里用，不上他说的。哎，弄到酒了，对了。对的，不是人工做嘛耶？哎，我叫你有个项目干，你这二姐你瞧这招样。啊，有的姐，你给我做什么哎？搿种古木药，别讲，我鸟都讲木药做，让他几楼木搞得，知道放在哪来？不是嘛？要弄着，我那天你用，叫你瞧瞧你用着。哎呀，我得到你弄过的店了，那。嗯，没得了，够到吧？那你们是抓紧老师。那不对了。那再一个用那个就去了，哎呀，倒霉公公了。人家生气了。嗯。你什么能带的？拽掉了嘛！弄得啊，好像都是倒霉啊！去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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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都让妈的要听到的，他说了吗？哦，搞警察有哪天，有个搞的警察呢？难道妈去打？那么打呢？你查出来就不接喽。嗯。我。是我，来就办就行了。我。要割了吗？当面要了吗？在家老那么割，你来要？就还点个么活是吗？你打肉包你来要？我都割完，我就正常在一起的节目上跑进来，我搞定了。孙子，你不哭，我就把他领来了。爸，我。我那个。我都管你要了呢。喂，妈，你奶奶今天怎么接的动物呢？他们正好，妈，对对，他昨天你奶奶没去接，嗯，不对，早上起来早，又早煮白粥了，你蒙古干啥？你去不摘山，你不念的了？呵呵，娘。要到我两个年龄高了，我应该到海边了。哎，做做梦，作业打了，准备放假天。夜了就叫，热了就叫，
也有九十八单，再了有九十八单，说起单又拿到了。过年，哎，咱们这头不是啥哎，说热了热什么呢？说热了热什么弄哎？要不讲的嘛？喂，又拿到了。跟侬不得了，那我不得劲啊，赶快去吧。嗯，这怎么整呢？这个房间里面可以用到吗？嗯，不是吧？到时吧，明天到了尾段要来的，不要来你整了。你们先陪些点茶。你先陪些奶豆。对了，我在可以用钱带到门口嘛？我在家里讲了，但明天不管不接了，别搞家的，老子得去喽。可是要知道一千块钱欠了人哪里了？你看你们家的姐干啥？你有些钱的人哪是？哪些装不你家的了？你老，给我捡球，我捡个土地是哪？我捡捡过来。对个的喽。哎，你哥哥到家了干嘛？你老，到这里住的行了啦。哎，干嘛不住？
就帮你给我捞到干了，有些主娘了，有些都要了，有些都捞了。呸！都完蛋了，这都可到手了，都天灾地祸了。哥，今天我要去了嘛？我走了，走完了。不用走，不用走了，都走了。哥，我讲了，我咱就还讲讲讲。哦，家伙！不给我咋子不上？咋回来？跟你讲了。嗯。别家伙，我路上在开嘛，开到上那里了了。我路上老大都不上到你带呢。我哥，你怎么把我带到那去呢？这里我把到山上头里了了。哦。这里我姑娘带我。我搞了铁头了哦，你看我得了最笨的了吧？嗯，我好贼，嗯，哥就叫掉你了，你们可多少钱了？嗯，今天老么的嘛，铁头么的？这边有六个都没来要了的，但是人家不晒人了嘛，这边他们多了，你这个不苦死人搞的了？哦，那么了。这不老了吗？不对了，还是老人骂去骂了，已经一点你了。真的可怜嘞，这人多，你怎么直接问这呢？几颗？啥？我的对老子啊，干嘛几个人走去黑个呢？哥老大那个不包，我两天都打，我他打都中打，白都包两天全中打，我就包得不要个多呢。哦，要了谁了？我冤呐！我衰呐，这不要。冤丫头，要打都中打，全中打了。哦咯，你们用着呢？啊，我这个老了。哦，你要，你要哎，哇，我家干这么多年，这弄了些大木人呐，给让给让给让。不行，干老爹，你在这不做那不去了，我怎么给弄？逃了嘛。外姑那么还没落吧？你说这几个一用地了了吗？我不明你叫哎。不是落哎，哥这几姐不是你落的，你个孩子不是你落，是姐姑嘛，没领来落。走走，来了，我们孩子嘛，拿孩子到你了。各种家具说过嘛。各种这老夫爹，各种孩子不是你落来。哦，叫用了嘛。结果跟我在弄天灯了，刚才在那说你姐夫呢，那是姐夫家，刚才老丈夫都天天都帮我了，都在我在吗？喂，别去打我了，这个怎么天天帮我？你住哪？你我住哪？住哪？你住不住哪？啊！丈夫的妈，你要的我？啥事到了？你都管一路多给我了，俺就找打了呢。嗯，咱到人家门口，一路到边了，住了，住了，哎，拿过来，住了，喂，你干什么？你们先买，你们到不了，住了。
我等你叫我我可拿了他去打开你要我了吧我躲了没我现在嘛，喂，我在还在那个当中那个听到吗？喂，我，搞我几分啊？我得去到我家去干啥？你就不晓得？哥把他顶了是吧？我把你捞一下啦，你捞对我个毛个都好干啦。哎，这奇怪姑娘，我那个人见了啥大哎？你那个对多少点嘞？哎，不对，这个对我那个，我看着好嘞。我就要把到家啦，我就要把你捞家啦。你先赔一赔啊！谁赔你啦？我天哪！谁赔这么多？我来，老大。木兰，我说的木木兰，老赵，我嘿，你要，啊，个钱我先啊。反正有钱啊。你要没？嗯。我赚点咯，你要哪点啊？啊？嗯。哎，要怎么去花钱多呢？有许多的光。我说那个手工，我的那大力士啊。嗯嗯嗯。哟，你这个。我家里老爷，我啥道理有的？你讲啊！我家你要拖，比我们还嘞。你这种人叫毛大不的哥，啥道理整我先生？哦哟，你要没提干部的，我这些兄弟就我也不等于被筛嘛。现在你不知道系统这